献给在座的各位嘉宾。节目继续要为各位介绍的是泰雅族。泰雅族主要分布于台湾中北部山区以及高山地区，北至台北县的乌来乡，南至南投县的埔里镇，目前人口大约在11万人左右，是原住民族群中人口占居第三、占地最广的一族。请欣赏由我们队员为您带来轻快活泼的舞蹈《泰雅欢乐舞》。